好啦，而家啲警察就啊，依啲濕啲啦，依啲高大威猛啦，呢啲樣啦。哇，晏晝咧多人好多，晏晝依家誒12:00+啊，唉，旺曬。今次嚟咧就稀溜溜，依家就似樣啊，依家似樣。哇，系！陣間要睇下表演先，好似幾精彩啊！哇，系！呢啲扮古裝喺度啊！哇，系！係咪表演㗎？哎呀！好，依度啦，順便睇下啦，依個Farmer Market啊，就係咁樣所謂。收檔我哋收1:00，收1:00啊，執嘢，啲雞蛋呢個就似真嘅可能，啊要咪就係 Costco 買啲蛋走嚟賣，啊黑鬼，炸爆谷喺度啦！啊，墨西哥嘢嗰度，打起艇。哎呀，呢啲一下口咧，我唔係咁夠膽食，驚陣間買嗰啲自制麵包嚟，自制麵包。唉。唔去墨西哥咧，嗱嗰啲飲嘢，係嘛？你夠膽飲就整兩杯。哎呀，墨西哥。多熟食啊！熟食最揾錢嚟啦！呢個中式咧，煎包。過曬啲熟食呢啲咧，就賣啲薯啊，開始大波啲呢啲賣果薯啦。三石樓呢個咩樹啊？呢啲啊？呢個咧？什麼樹啊？這個？這個？啊？這個是燈籠花。哦，燈籠花不是果樹啊，不是果樹。哦 ，OK。這個才是果樹。哦，這個石榴嘛，這個是大花。哦，這個就是 blackberry 啊。八十，哎，哎，哎，你都是自己种的。開始冇啦，因為依度收檔。唉，終於見到有啲啊，依啲我哋中式嗰啲中意食啦，燒魷魚啊，依啲啊，哇正！最中意食依個 Korean barbecue 啊！哎呀，最好賣，最好賣啦！依啲就日本仔啊！嗱，哇！依度多正啊！依啲羊肉串，好咧，生蚝啊，粟米，正。哇！睇下先。
棉花糖、冰糖葫芦啊 ，OK， 咁啊似样 ，OK， 咁啊似样啲，好。